大家还记不记得呢？上一次邦牛跟雪兔比赛了捕虫大赛，今天是我们捕虫大赛的第二届冠军赛。这次呢，邦尼邀请了老婆一起来参加。老婆呢？赶不及啊，赶不及！我从真心镇那里跑过来。怎么玩了这么久，你还在真心镇啊？你这样可以吗？你对得起我吗？说啊！我是谁？今天要干嘛？今天要来参加我们第二届捕虫大赛，这样第二届改一下哈。好了，第二届捕虫大赛，你是我们第二届的挑战者。我们现在身上的东西呢，已经都放进箱子里了。我们这次的规则一样是五分钟内，然后30颗球给你，最后结算看谁抓得多，明白吧？明白了，应该没有很困难吧？以你的智商，没有很困难。那我现在呢，给你我们比赛用的30颗球，我放在箱子里面给你。好哦，拿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开始，现在是11:12，我们计时5分钟，准备开始喽。好，我数3、2、1，一起进去。出来一点，不可以偷跑。我来开门，我是主办方。好，现在13分到18分哦，我会计时哦。好，我按错技能了啦，都用捡到为止打哦。我还可以哦。你抓到了吗？竞赛球是可以直接抓中，还是它有几率啊？如果不要直接打，直接丢竞赛球能抓到吗？不行，你犯规，这个主办方哪样呢？我没有，我是按进去战斗里面直接丢球，抓不到不行，一定要打。靠飞，浪费时间了。你死定了。不行，我跟你讲，我这次一样要拿冠军。我 calling 啊，给你拿冠军，一定是我冠军啊。他这个抓好久哦，我抓暴力龙的时候都没有那么久那是你欧洲人啊，我通常抓宝可梦不是这么久为什么呢？因为你弱啊。你抓几只啊？我干嘛跟你讲？那你先跟我讲你抓了几只啊？一只跑掉了，还会跑掉对啊，对耶，我还没有一只有跑掉的。没错，我觉得我至少已经有5只了。真的假的？你也太快了吧！如果那个点到为止的技能没有的话，那就直接丢球吧，看能不能进就看脸了啦。你刚刚不是失败了吗？刚刚那是意外，你闭嘴。我怕他是给脸不要脸啊，怎么办？现在时间是15分，还剩3分钟哦。哪里狗嘞？快点啊，不能输啊，面子问题你懂吗？我为什么要去抓闪光的啊？闪光的应该很难进吧？闪光没有加分，不好意思。他如果直接抓好像也会抓到我就说是看脸啊，等一下我就脸黑嘛，不行哦，我要去跟金沙小姐告状哦。对啊，你那个金沙小姐的声音好像跟我觉得很耳熟好像我认识的人。没有啦，他都是大众音而已啦，没有啦，他是大众音，大家都说他很像老婆，其实不是啦。对啊，我觉得应该是认错。剩下最后一分钟咯，等一下我说停就给我停哦，你多抓一只不算哦。这只就是最后一只了是不是？对，好，我看到你抓到了。结算时间，来出来，这些这里吵死了，一堆虫一直叫，真的很小。你人呢？你怎么会从后面出来？我在这里，我刚刚一起跟你出来，你到底是眼睛脱框还是怎么样？我们要公布成绩咯，你先还是我先？我就应该跟你平手。好啦，我先公布我有几只吧。好啊，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5，我抓了15只。真的假的？真的。你呢？1、2、3、4、5、6、7、8、9、10、11、12、13、14、14只吗？是吗？15？什么？到底几只？16？真的假的？我抓16只，你输了。我就输给一个小菜鸡。礼物嘞？有没有礼物？对，我们还没有讲礼物是什么所以奖品是什么？奖品我拥抱一个来。我为什么赶来这里？我要赶快回去真心镇了，我真的没时间跟你那边耗了。好啦，我发奖品过来，你发奖品过来，有奖品。好啦，我们这届第二届冠军来站这里，我们的奖品呢、要由我们的村长来颁发，来吧，请领取你的奖励，谢谢。大师球一颗，非常有用这个。对啊，你看你都还没有拿钻石去换大师球，就有一颗了，是不是？那我先走了。等一下，你身上的竞赛球要回收那是不能用的。不要嘞，再见，我回家了。这人怎么这样啊？你还真的走？给我回来哦！你以为你躲在那我没有看到吗？管你啦！乖，好，你可以滚了。嗨，邦尼，继上次捉到极冻鸟之后，这次就要换闪电鸟啦。虽然君莎我呢知道你没有大师球就抓不到神兽，不过这次就努力看看，试着不用大师球抓到神兽吧。
我想你一定可以做得到的，这样咯，拜拜。绝杀小姐要我靠自己的努力抓到一只神兽，这种事情真的是不可能，好不好？邦尼已经没有信心可以用除了大师球以外的球抓到神兽了，好吧。既然薰茶小姐呢要我们试一次，那我们就努力看看吧。直到最后什么球都没有了，才用我们的大师球。我们就努力看看，没有了大师球，邦尼到底还抓不抓得到神兽？来看一下今天的每日任务：一、充能雷气珠；二、收服闪电鸟，试着不使用大师球。居民的委托，委托人黑暗巧克力。任务：合体杰克罗姆与裘雷姆，奖励是钻石五颗。上一次有人说呢，邦尼没有去领奖励，其实邦尼已经有领了哦。如果呢你有看完整部影片的话，应该就可以看到了。那我们现在呢一样要去把我们的雷气珠给充能满，才能去召唤我们的闪电鸟。那充能的方式呢也是一样，要去打375只宝可梦。那有人说为什么不两颗放着一起充呢？那因为呢它其实一只只能算在一颗身上，所以我们就放一颗当天要召唤的珠子就好了。那我们现在就直接再去打宝可梦，充能好这颗珠子吧。我们这次身上呢只有燕白裘雷姆可以飞，那我们就骑着我们的燕白裘雷姆吧，来去附近刷刷路上的宝可梦，顺便看看有什么特别的宝可梦，也可以把它顺便抓起来。邦尼现在超想抓到巨鲸怪的，上一次有遇到可是一直都抓不中，我们在这附近刷一下怪好了。这种地形呢会出巨鲸怪，我们在这里刷一下，看等一下如果遇到巨鲸怪的话我们再把它抓起来。前面那个是吗？这只是金属怪，巨鲸怪的二阶，来挑战看看吧。我们用低等一点的打它看看好了，我怕会打它太痛，所以我们先用感觉没有这么强的招式打看看好了。闪焰冲锋，好啦，邦尼已经把我们的雷气珠给充能满了。我的天哪，又是一个375只，之后呢还要再打375只，只要一想到这一点头就很痛耶。怎么都要打这么多只啊，充满一颗真的需要花超多时间的耶。大家可以来试看看，真的打完375只你都想要砍游戏了，我跟你讲。那既然我们都已经充能好了，那现在我们先回到尼比市，把我们身上的宝可梦呢先回复一下，准备一下出发去召唤我们的闪电鸟吧。邦尼已经把宝可梦全部都回复好了，另外呢也多做了很多球，把刚刚消耗掉的球呢也都补齐了。现在就出发去寻找我们闪电鸟的祭坛，召唤出我们的闪电鸟。虽然有人叫邦尼用博物馆的召唤祭坛召唤，但是这是不行的，我们要召唤就是要去现场召唤才有感觉，那个只是装饰品。所以呢我们一样要出发去寻找，要找到自然生成的闪电鸟祭坛才可以。终于找到啦，我们闪电鸟的祭坛。没有想到闪电鸟的祭坛好像是数量最少的耶，居然找这么久才找到。平常其实火焰鸟的和极冻鸟的很好找，只要在某个特定的地形呢马上就可以看到了，可是闪电鸟呢范围太广了，所以真的很难找。好啦，直接把我们的雷气珠给放进去吧。嘿，闪电鸟出来啦，而且好大一只，直接站在我们的湖畔前面。要试着不用大师球就抓到是吧？那我们先换一下宝可梦，骑士瓜牛会不会一打就死了？应该可以挺一下吧，先换骑士瓜牛，点到为止。欸，可以哦，我们就用点到为止打吧。我真的很害怕，拜托你不要死好吗？我今天一整天下来的努力就都白费了。好，红血了，那我们现在换妙蛙花。催眠粉，睡着了，催眠依然有效啊！我居然又忘记丢仙击球了，算了，反正就仙击球，我想应该是不会中啦。高级球，哇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超级秒出，这根本是神速出球哎，比我丢的还快哎！黑暗球，我们计时球留到后面你再用吧，我相信前面不可能这么快就进了啦，毕竟也是神兽嘛。帮他回复一下血，我妙蛙花这么厚，居然可以被他打成这样，他一直保护自己不让我催眠。黑暗球，两下。三下，哇，中了，中了，怎么会这样？我的天哪！各位，这是真的，邦尼这是第一次用了超少的球抓到神兽，没有想到邦尼也有这一天耶。这闪电鸟真的太给面子了啦，我太爱你了，闪电鸟。好啦，
成功抓到我们闪电鸟之后呢，我们还要回去完成我们居民的委托。那我们就直接回到尼比斯吧。我们最后一个居民的委托呢，是要把我们的杰克罗姆还有乔雷姆合在一起，乔雷姆跟杰克罗姆合体，还蛮帅气的哎。不过刚刚我有点被吓到了。不过他这样子跟艳白尤雷姆其实长得还蛮像的哎，这只应该是暗黑尤雷姆吧，名字也是挺中二的啦。那我们现在已经完成居民的委托了，就直接去领取我们的奖励吧。奖励完成后领取，这次奖励呢是5颗钻石，这样我们身上现在已经有18颗了。好啦，我们今天的任务呢全部都完成啦，而且今天真的是超开心的，居然真的没有用到大师球就抓到了这只闪电鸟，感觉邦尼真的有一点进步了。没有想到邦尼也有这么一天，不需要依靠大师球也能用其他的球抓到传说级的宝可梦。好啦，那我们这集的宝可梦呢就先到这里结束啦。如果喜欢邦尼的影片呢，请订阅邦尼的频道，跟随邦尼的动态。那如果你喜欢这系列呢，记得帮我右下角按个赞，让我知道你们喜欢这系列。那如果还想要邦尼完成什么任务的呢，可以留言在下面，邦尼会挑选比较适合的呢来到我们之后的每日任务。那我们就下次见咯，拜拜。